谢谢主席啊，主席有请诸位，还有我们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范主任。邱委员好，哎，朱议员安坐哈，坐，哎，朱议员安坐，好，我先请教一下范主任啊，首先要先恭喜啊，新任的主任啊，安子谁？哎，我哋以前有去过北埔的美国的客家园区啊，有看到一栋的建筑哦，就正渡河天的前面嘛，给可以讲的那个水污染的处理厂的，哦，也应该是科技部的嘛，哦，哎，恁之前啊，今天给沟通以后啊，给恁做那个反应啊，最后结果。就用就幾多人用嚟建築嘛吼，以後有啲人討論過，按呢情形有用，有辦法嚟改善冇？目前由於改造計劃嚇嚟實行，所以一下嘛有大概施工咧嚇，施工咧，所以唔過你啊做啲技術嚟探討啦。哦，咩嘢嘅資料嚇？可以整理一下本来吼，我想要请教一下毛院长，佮以后个铺飞地之间啦吼，有咩个冲突去吼，下面可以讨论一下，哦，唔应该去花费安多钱，哦，应该客家人去做安好，结果呢，头先一栋建筑个都同当断嘞，哦，个完全那个视觉个影响啊，相当大嘛。哦，迄个也事情哦，本来一些资料来可以研究一下，好，好，阿强先回错哈。注意，记住我强讲的哈，阿咧客家人哦，传家精神哦，常常会讲港土传家啦，哦，港铁嘛，哦，啊，人家有点特殊了哈。也边呢哈，文区啊，你有看过冇？各个地方旅游嘛哈，哦。我哋路口有啲变嘅啦，哦，不过后来俾人偷走嘅，哦，不过有一变咧，相当有意思啊！我后来睇屏东长治啊，吼，嘅苗叶峰啊，有看到吼，同样喺度变嘅，当然唔系讲几人偷去啦，哈，哦，可能系又拍下哦，全部用同样又喺度变嘅，嗯，一边咧，咪清朝时候啊，吼，我哋修改人啊，去考试啊，得到个举人嘛，哦，举人啊，所以都有一个以前咧个福建咧个可能系个兵部尚书啊，哦，我哋也算我仔细仔细来看一下啦，结果都系用嘅，得到一边啊，我哋没搞清楚。不过一里哈，港督传家哈。所以有两件事情要强调的哈，特殊来讲哦，当然我哋客家人对教育相当重视嘛，哦，文化方面的东西啊，等下个陈碧安会一定会强调的啊。那你因为啊，客家 VNV 啊，除非给人家报告啊，四平八稳啊，相当没得地方，没得重要的地方，当然有研究有判例的哈。不過喺美英國啊，我哋客家文化啲研究啊，客家 VNV 啊，英國也負責任，哦，英國要投入更多，英國有更多嘅創意，哦，像我哋文區，客家幾多人嚟變嘅嚇，一啲文物啊，一樣嘅保存，我哋從來冇去討論過啦，哦，你講一個紫禁文文化部的个文物的个指定，我都给估计的个指定，因为俺的客家 VNV 要主通啊，吼，去做一点普查，哦，去研究一下，后面一些东西啊，吼，将来俺的用的协助俺的客家的各个家庭哦，将重要的文物的吼，也可以播出来，也。同文化部来讨论啊，用个了优先来保护，哦，像那些东西啊，其实对俺的家族来讲，相当有意义嘛。对别人来讲，佮可能都古董啊，佮都比佮啲收藏起来都变啊，佮个仓库地块，佮个咧啊啲东西啊，保护啊相当重要。因为将来啊，应该有一笔的个经费啊，哈，特别研究客家文物，哦，用个去保护。
其同文化部啊，因为毕竟文化部系主管机关嘛，顾问会估计这个主管机关。但是我哋学教育嘅话，应该重视一点嘛。后面讲将来，人家马上要变下一年的预算了嘛，后面可以啊吼，将一部分啊吼，尽可能来保留下来，哦。嗯，看你看方向呀。啊，同委员报告吼，啊，恁PDBA 啊，有文化资源科啦，吼，伊专门来做文化资源的调查。啊，调查呢不管伊，比如讲罗斯福的记传统的记忆，或无都安尼像安尼实体的安尼哦，可以保存典藏的安尼的古物啊。啊，另外呢，安尼跟海洋开始啊，会变至少1500万呢多总规处啊，来做安尼研究啦。另外安尼提苗栗文化园区啊，也开始竟然开始启动啊，来调查一下，如果类似安尼文化安尼实体的典藏啊，安尼为了进行一下看事情。安尼如果话，咱个一个边啊，那个公园哦，最近啊，因为铁旧个100人呀，那个萝卜个呀吼，都也边了都跌下来。啊，今下伫建出来，都本文化部个台南的文化资源个保存中心嘛，去做研究，哦，去做修复，哦。不过修复以后，当然建出来呀，哈。像安尼东西啊，从可能哦，慢慢就会流失去。哦，我系希望讲，既然能做很多事情，后面有得转按那边个报告啊，哈，本来书面本来做一个参考，哈。我将来那个。一个市政报告去哈，也是应该哈纳入一部分啦。啊，但我哋每的委员都了解讲，我哋客家委员会啊，要做对更多事情啊，也都提点啊。第二个港土专家，我哋除了促进教育文化以外哈，像我以前同讨论过嘛哈，我哋客家人的港族相当重要嘛，港族同水资源啊嘅。关系相当大，你像北埔一个桃园哦，嗰度笔塘嘛，哦，南埔嘅水圳咧，哦，又嗰度，哦，一条东西啊，应该像今年哦，旱灾，哦，冇水啊嘛，冇台风嘛，哦，所以就干旱期啊，也水资源嘅运用啊相当重要，客家人都得用去运用嘅水资源，更加水资源嘅健康都得变得用啊。哦，我哋尤其中南埔，哦，就特别有南埔屏东，80%可能90%的人全部都处地下水，哦，一地下水啊，处嘅又更加嗬，又冇落雨嘛，嗰只嘢水资源啊，相当嘅短缺。以后我哋嘅客家庄啊，嗬，一水资源多啲用去保护，尤其系像我哋以前讲嘅五桥水，哦，湾南嗰个五桥水，哦，佢嘅涌泉啊。哦，我哋以前就 VAR 看事情，后来就只听一下湿地保育法嘛，湿地保育嘅法案啊，所以要应该嗰度地方啊，应该要研究一下哦，我咪都长期嘅研究相当重要啊。啊，最后啦，如果你报告地方就希望哦，各种嘅数位嘅资源就可以整合起来啊。我以前啊，一直都想讲，我哋祖先啲体力来去啊，佢哋有个族谱啊。啊，族谱啊，那族谱里边哈，佮清楚嘛，你祖先的蔓延，哦，你后代子孙啊，是不是蔓延？后面个人可以啊，佮你要花很多钱做个数位方面那个个个农业边个建制嘛，后面有可能哈，一个数位一个资源啊哈，去联合起来以后，让我有一个想法，我哋去个哈，从个维基百科啊。哦，一种方式啊，你即个都上传 upload 哦，都连直接联系啦。你应该会清楚看到哈，我哋个祖先哈，每一个时代叫做 family tree 嘛，啊，就讲咧族谱啊，哦，从祖先都更加，哦，啊每一个家族啊更加分散咧睇来，像我哋祖先两兄弟，伊啲都被抛弃，我哋更加唔理，更加喜爱。不过系地运财啦，哦。不过中国太多改变啦，又做过完整，啊，为做嘛个个连台湾冇做到，因为侬个人感觉都过奇怪哈，所以客家 VNV 啊，后面可以将来提个初步地步哈，可能用来啊去连关起来，我哋用一下个资料哈，用来可以发用哦。
迄面嗯款，你款方用诶？报告伊诶，安尼有还有搞判诶啦，讲要做铺啊，去香油诶，伫收集起来，系我无你是数位化，经过当然经过佮你家属个同意啦，经验呢鼓励佮你去制作窑诶做铺，然后来补助分药量方面来做。应该可以连落起来吼，连串起来嘛吼，即唔该南埔北埔啊，你两个家族祖先供养啊，啊大厦应该可以连起来嘛，啊我哋也可以了解讲，今个我哋以前的叔叔伯伯也都全部经过起来，哦，我们都应该也一点嘛，相当对我哋客家嘅团结相当重要啦，系咪也几点嘛，哦，像注意将来嘅。你的自身保护地位，将来你的工作地位，可以纳入，好吗？好，多谢。